普法朝朝忧闷，强梁夜夜欢歌，损人利己骑马骡，正直公平挨饿，修桥补路瞎眼，杀人放火的儿多。我到西天问我佛，佛说我也没辙。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且跟班，说的不好，但是呢有膀子力气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这膀子力气搁到河边卸车去早发财了，可是呢又舍不得，从小学的相声下过功夫，不愿意把它丢了，所以说呢勉为其难啊，说的不好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相声本身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也很难下一个定义。同样一个作品，张三老师跟这说完了，站起60多人来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，说他说的不好，又站起70多人来，我们很喜欢听，这就难了。想当初孔夫子周游列国，走在大路中间，瞧见俩小孩跟着玩泥，一块胶泥拿水和完了，弄这么一大泥饽饽啊，啪一拍，正当中拍出一洞来，这孩子说了，你瞧这窟窿，那孩子说嗯，这是个眼儿，打起来了。孔圣人打着过一下车，别闹别闹，什么事儿？我说是窟窿，我说是眼儿。圣人您说着吧。圣人乐了，窟窿眼儿啊。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两面来说的啊，就跟咱们平时聊天似的，某人某人呐不懂装懂，哎，某人是真懂啊，某人是真不懂，各式各样的人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真不懂的吗？有，确实发自内心真不明白啊。你看早年间70年代吧，60、70年代，咱们农村大部分地区还很贫穷，村里人谁要是有块手表那就了不起了。某位农村青年进城捡块表带着回去，全村轰动了，了不得了，女朋友以这个为自豪，俺们家有块表，俺们有块表，小伙子很高兴啊，到哪儿都这样走道，让人瞧瞧吧啊，站在地边上，女朋友还问呢，几点了？看日头7、8点钟了吧，这也没用上啊，这是真不懂。那也有这个说不懂装懂的，有吗？也有啊，有一小故事就说这个嘛。马路边上来两位念书人，赶考的举子，皇上开了科选了，哥俩进京要求官去，走到这儿勒住马一瞧，呵，有一个庙，赶考的人有一毛病，逢庙必烧香，见佛就磕头。又打家里出来啊，家住海南岛，奔北京赶考去啊，一路上有庙就磕头，大庙小庙香炉纸马跟这烧啊，保佑我们进京赶考能得中，一道磕磕到北京啊，我们来赶考了，你们来早了啊，人还没到日子呢，呵，都出来2年了没到日子啊，你们出来那年就考完了啊，又过3年了啊，磕吧。有两位一瞧这儿有一庙，什么庙呢？供奉着宋太祖赵匡胤的庙，太祖庙啊，太大伙都知道，大字底一点祖，祖宗的祖，太祖庙，这挂着匾，这两位坐在马上一勒丝缰，呵，大姐庙，逢庙烧香啊，来吧，咱们看看大姐去吧。下来拴好了马，
哥俩进来了，一进门一瞧，这神像宋太祖赵匡胤大红脸呢，啊，那脑袋跟酒枣似的，五柳长髯，啊，坐在这儿，这也不像大姐啊。哦，大姐出去了，这是大姐夫。那来吧，咱们逢庙烧香吧。俩人出去了，买的什么香蜡呀、纸马啊、啊胭脂扑粉、凤冠霞帔、花衣裳买回来了啊，给太祖都戴上了，抹一脸花粉，弄几朵花，凤冠霞帔穿好了，磕四个头，保佑我们赶考得中啊！谢谢大姐夫啊！俩人走了，神仙们每年有一聚会，3月3，王母娘娘过生日。各路神仙啊都来了，啊，上八仙下八仙啊，都来给王母娘娘庆寿。南天门外四大金刚跟着正站着呢，大姐夫那边来了，啊，一瞧往常金盔金甲，啊，骑着红马拎着大刀，今年一瞧不是啊，凤冠霞帔，胭脂扑粉，带着花，抹着口红，拿小扇子扭着扭就来了啊。四大金刚得问呢，这怎么回事？您这个太祖这怎么意思？太祖眼泪都下来了，没办法，来俩小舅子不认识字儿，给我捯饬的。哈，这是不懂装懂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人，你说他不懂吧，他要懂；你说他懂吧，他要闹点笑话出来，挺有意思的。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一位，谁呀？是一个乡下的孩子，也没有大号。啊，反正知道姓赵，在家呢行三儿，啊，大伙儿三儿就喊他，也没有正经事儿干，祖祖辈辈呢给人家看坟。过去农村有这个，城里边富户人家死人埋在这儿了，这坟归你们给照看着，定时的陪陪土啊，扫扫地呀，啊，给看着这坟。他们家就干这个的，老头活的时候呢就干这个，后来累死了，这三儿呢替他爸爸干这个。坟旁边呢还有点地，连地一块种着。这坟是谁家呢？很了不得了，北京城里边有一位曾九爷，旗人八旗子弟，跟皇上还沾亲戚。他们家的坟，哎，三儿给看着。这一年呢，九爷传话了，让三儿进北京上家来一趟，有事儿说。那么说找他干嘛呢？说来话长。曾九爷别瞧啊，官儿挺大，钱也是很有一些，但是呢为人吝啬，尤其是对家里这些个家奴院工啊非常的苛刻，大伙儿都讨厌他。后来呢找不着长工，找不着管家，家里就剩两口子，所有人连厨子都跑了。怎么呢？他不给人钱，吃饭不管饱，一天到晚脾气还挺大，除了打就是骂，想一出是一出，谁伺候得了啊，都走了。哎，这天4月26，曾九啊有一朋友啊，住在坛子胡同闷三爷啊，罐胡同憋四哥啊，他们都是不错的朋友。闷三爷过生日啊，招自己这帮朋友得来呀，来拜寿来呀，啊，让他们大伙儿都来。九爷一琢磨，我是得去，可有意见，我不能光杆一人去，怎么着我也得带一伙计，带一管家，可是呢招不上人来，无论上哪儿去说我们家招人，一听曾九爷家不去，实在没辙了，想到这三儿了，但凡有人也不用他。为什么呢？这几年跟三儿九爷也是没少生气，这几亩地归三儿种，说的挺好，你种吧啊。曾九一琢磨，这小子吃傻呆捏的，我得瞧使唤人。这地是归你种啊，也甭找你要钱了啊，到秋后收了之后，地上所有收的东西全是我的，到秋后拉了四大车种的白薯啊，白薯都留下了，地上面这些个都拉来了。呵，好，算你狠啊，算你狠。
明年改章程啊，地下边是我，地上是你的。三儿挺听话啊，第二年种的高粱啊，上面都留下了，这点根子都拉来了啊，六车更多了这回啊，都歇院里头了哈、啊。比三年，咱们这样吧，三儿啊，上下两头啊，这都是我的，当件是你的。哎，第三年挺好，种的玉米啊，底下那根上面那穗子都给拉来了啊，十了车都歇院里头了。那九爷气的，滚，不喊你别来啊！啊，你说这三儿是真聪明是假聪明啊？啊，哎，这回叫他来是万不得已，把三儿叫来的。一进门挺客气啊，往这一站，啊，九爷，您找我什么事啊？倒霉德行，往这一站。哎，跟你说呀，明儿啊随份子去，坛子胡同闷三爷。我大闷三哥啊，去年过生日咱们去了，这不又闷一年了吗？明天我去拜寿，你跟我去啊。哎，行，我跟您去。机灵着点儿，听见了吗？到人家那儿处处得显出来九爷带的人得聪明。所以您放心，我知道了。这倒霉德行啊，当天晚上住这儿了。转天早上起来啊，九爷换好了衣裳，这是随份子去，穿的不能寒碜了，从里到外呵，把自己这身官服全穿上了，头戴缨帽，后边这领子里边穿上了海水江崖的内衬，外边套上纱褂子，都准备齐了，挂上朝珠，攥着手串，这谱得有啊，有拜匣，拜匣里边呢装着名片啊礼单呢，都准备完搁边上，等着吧。一会儿功夫，三儿这才来。九爷，走吗？瞧你就恨得很。嗯，快去，我的烟袋呢？我的烟袋，拿去通通。九爷有烟袋，乌木的杆儿，翡翠的嘴儿，白铜的锅，就这翡翠嘴儿，价值连城，湛青碧绿。啊，搁在这一抽烟，整个脸翠绿的啊，就这么绿啊，嘬了两口呢，不通去，通通去，哎，拿出来了，说哪儿通啊？外头伙房那儿，墙上不挂着那个通条了吗？孩子真听话，出来找，转一圈没有，一低头，瞧见火筷子了，把火筷子抄起来了啊。往里边捅，你想啊，这烟袋杆儿比火筷子也粗不了多少，他能进得去吗？还真有主意，这头顶好了，把砸煤那锤子拿起来了，当当啪，裂了，当时就裂了。他还纳闷呢，不禁砸呀。外边九爷喊：“快着点，有王八！”哎，来了！一回头一瞧啊，墙上挂着一杆秤。秤杆儿挺像这个的，他把这摘下来，秤钩子也去了，绳子都摘了啊，这头拧上白铜锅，这头拧上这翡翠嘴儿，嗯，挺像，行了，拿出来装到盒里边。九爷也没看，出来吧，门口套好了车了啊，地上扔一小板凳，曾九爷踩着板凳上车，先跪左腿儿往里转身，低头让这铃子，一转身坐进去了。按说呢，三儿也得跟着车走。九爷住在东城小哑巴胡同，到坛子胡同25里。可是呢，刚才生气，这小子太笨啊！你跟着车跑，跟后跑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把式一扬鞭，嘚儿驾，打车走了。三儿跟后跑25里地。还正到这儿喘着都说不上话来，哎，有人报曾九爷到，闷三爷憋四爷一帮人全迎出来了，嚯，九哥九弟九叔叫什么都有，远接高迎让进去。九爷往这一坐，要这谱啊啊，撵着这手串撇着大嘴的，大伙说话，在这旁边三儿站在这儿啊，竟大喘气，
满屋子都是官儿，都纳闷儿。九爷现在这品位差多了，往常带的人多机灵啊，今儿这怎么的呢？这是旁边有别人的跟班管家倒了杯茶，九爷您喝茶。九爷欠欠身，有劳尊管，这是客气，有劳尊管。还没说话呢，三儿接过来了，渴死我了。满屋子人都看这儿，九爷这脸跟山里红似的。大伙儿一客气，哎，九爷，您抽烟呢？好，我这带着呢。三儿啊，点烟。哎，打开了，毕恭毕敬递过去。九爷这手托着烟，三儿站在边上给点，嘴里嘬着这个呢。回头还说话，您最近挺好啊，啊，还行是吧？点点，啊，有日子没瞧，使劲快点，快点。怎么呢？那玩意儿能通得了吗？秤杆儿啊，啊，三儿很实在啊，点上这火跟这站着，这白铜锅都红了，这还嘬呢，腮帮都酸了。点它，点它，我让你通，你通了吗？通了，通了，通了不着啊！都过来，怎么不着啊？您这个，呵，九爷，讲究啊！这烟袋还带秤星子，气坏了！啊，一瞧这个，这什么呀？这是秤杆啊！我那根呢？折了，滚出去！转身出来了，来到外边找九爷家那车呢，把式跟那儿了。怎么着？怎么着，三儿？啊、哦，让咱俩滚回去。怎么刚来就翻车了？那走走走，让走回去吧。三儿上车，都是呱呱呱呱呱呱，回家睡觉去了。九爷不知道，跟大伙说话吧，吃饭聊天，溜溜的一天。现在正这儿说话，晚上七点左右，这局算是散了。那我告辞了，改天再来，咱们大伙儿再聚聚啊！再见再见，往门口走，大伙儿得送啊，送到门口这儿，九爷得让，都回去吧，都回去吧。好，那您慢点，改天过府给您道罚。大伙儿都回去了，九爷站这看吧，我那车呢？那是我的车呀。管家过来，九爷，您车回去了？什么时走的？一早就回去了。啊，您进去没多大功夫，他们就走了。说您让回去啊，呵，这怎么办呢？手里还拖着败匣，穿这身衣裳走道里迈四方步，过去是当官的了不得。怎么呢？失衣不乱步啊，走到大街上也好啊，走到哪儿也好，迈四方步。为什么呢？不能有失官体，很认真啊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，迈四方步。说下小雨了，哎，还这样。终于这样，大雨下雹子跑了吧，下雹子受不了啊！而且穿他这身捧着外匣啊，戴着这缨帽，穿这身衣裳，这跑快了跟僵尸似的，谁也受不了，是吧？走吧，还很客气，自己拖着外匣啊。好，再见各位啊，啊，走25里地。嗯，三儿来的时候连窜带碰，九爷得一步一步的走，到家呀都快后半夜了，气的呀就这两条腿啊酸疼酸疼的，脚上都磨出泡来了，啪啪啪砸门呢。三儿跟后边睡觉了啊，车把式呢跟着大后院牲口棚那块听不见。九奶奶出来开开门，哟，才回来，喝多了。呸，喝什么喝多了，我早就出来了，我看快进来吧。搀进来，把这靴子扒了，扶到炕上去，这两条腿火辣辣的，一瞧这脚心上啊都是泡。哎呦，这怎么的，怎么的了？三儿呢？三儿呢？我找着呢。啊，哪儿去了？九奶奶上后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九爷叫你了，叫你了。哦，出来了。九爷，什么事儿？我正睡觉呢。呵，你还敢睡觉？呵，我从炕上往下出溜啊，可是呢这腿啊
一旦到炕边就动不了。哎呦，呵呵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饶不了你，快去给我找一修脚的去。干嘛修脚啊？脚上除了泡就是泡啊，找一修脚的来挑这泡去，找一修脚的来。修脚的？哪有修脚的呀？呵，这修脚的你都不知道，拿刀切指甲弄脚的哪有？我踢死你！蹭一下子蹦到地上，一抬脚，当当当，连三脚，把三儿踹出去了。站在院里还喊：“你有话说话，你踢人干嘛呀？”跑出来了，找吧，找来找去，哪儿也没有。自个儿还念叨呢：“哪有修脚的？哪有拿刀切指甲的？”一抬头，前边亮着灯了，马掌铺，一帮人呢，弄着那马蹄子那儿。正修马掌呢，哦，在这儿呢，拿刀子修指甲，过来了，哎，上我们那儿修去吧，上你们那儿去啊，等不了了，快去吧，几个呀？就一个还不行，一个就够我受的了，啊，行行行，这活完了，咱们走啊，那个，哎，厉害不厉害啊？要厉害带点驴皮把他上嘴唇凝住了，厉害还踢人呢，那得带驴皮。嗯，来拿着驴皮，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嗯，俩人带着家伙啊，跟着他就来了，一进院接着窗户，九爷坐床瞧见了，哎哎，你瞧见了吗？哎啊，他把那钉马掌都找来了啊，他拿我当牲口，你瞧见了吗？一挑帘，三儿进来了，九爷，人家来了，连话都没说，一抬脚，趟一脚，踹三儿身上了。三儿扭头就出来了，快进来拿驴皮，他又踢人了。